好，这次升级前呢，为了安全起见，那我也建议大家先格式化我们的记忆卡，哦，这样子会比较安全。好，格式完毕，然后再把我们记忆卡接到电脑。好，现在这个是我们记忆卡资料夹，哦，刚刚我已经把记忆卡，哦，用 PSP 重新格式化过了，那。好，这个是我下载的档案，好，提供的那个档案，好，一样点两下，我按 Enter， 执行安装，它是字节档，出现一个 PSP 的资料夹，好，一样，右键复制，到记忆卡资料夹，贴上，好，出现这个全部取代，好，这样子就安装好了，好，那再把画面就是转移到我们的 PSP 上面。好，那在升级前要先确认几个东西。好，第一个就是 PSP 的系统版本，是不是 5.0GN-D3？ 好，现在是 D3 的，所以是代表可以升到，哦，目前那个新的版本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好，刚刚答案都放好了，到记忆卡，好，游戏，凝聚，好，有一个这个档案，好，点下去。执行。好，他就那个按叉叉安装。好，按叉叉开始。再去看一下版本，现在应该申请好了。好，目前的新版本像这样。好，稍等一下，我去复制个游戏试试看。好，我游戏放好了。好，版本是这个。那我现在要测试的是 DJ Max 哦，最新那个版的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有个重点，这个游戏。它的语言不能用中文，所以我要把语言改成好英文。
这个档案是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的破解的原始档案。好，所以我升到这版本以后，这个游戏执行就不用去破解它，所以算是还蛮，这版本是就不正。那听说网上面很多人就是，记录档，好，从 5.50 巨猿第三升到这个版本，好像会就是记录档会有存货。那我稍待一会再去做那个记录档修正的那个工具的影片。那就录到这边了。